要破了，他未来要求各级主管，各级主管就往下，就要求到系上来，那系就会反映成某种程度的课程啊，乃至于人事等等。那像这样子，你都可以发现，大致一个学校乃至于一个国家，他都不得不为自己的立场思考下一步的方向，然后号称领导这个团体的未来，对吧？那么你呢，你小小的个人也会有下一步的方向，然后要领导自己的心走向未来。这过程当中啊，你都不可能跟别人没有关，所有的内涵里头都发自于你的发想，然后跟别人的配合，或者从别人那里得到你自己的利益。有时候是这样子，做生意就是从别人那里得到利益，怎么样把别人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，并且让对方还很高兴，这就是做生意的过程嘛。这一切呢，照说就是整个社会的你认为的发展，你习以为常。那么一个知识分子也好，或者是一个对待自己的生命的经历的人也好，他是不是就觉得那不就是这样吗？我生下来就看到是这样，那应该本质上就是这样。就好像有同学问说，哎呀，如果天底下不就是这个小鱼吃大鱼吃小鱼，然后呢，然后再大的鱼再吃中鱼，然后人去吃鱼，这样等等等等，那这不就是自然的生物链吗？是的，就你的经验来看的话，你用一个解释说那叫做生物链，那可以啊。我记得我上次我有讲过，我说生物链是人类自己建立的一套解释，天底下并没有规定谁是谁的生物链。在职场当中，你也是在生物链当中啊，你的老板可能就是压榨你的人啊，对不对？在网站上面有很多专门骂老板的网站。是这样，然后你爽的话，你就来骂老板啊，你可以完全是匿名的，而且大家有各种骂老板的语句跟方法，那你去骂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你在生物链的这个职场生物链的下层嘛，所以你也会觉得受压迫。渐渐的，当你觉得受压迫的情况已经超乎你能忍受的时候，你就离开这个职场，而且你觉得那是必然的、合理。注意，你能离开，而且你能思考，你还有能耐离开。但是当别的动物或别的人，他也跟你一样感受到那么大的压迫，而他不能离开的时候，我想所谓的人，所谓的人，他就去思考说，那这个世界的公理、正义、公平在哪里？人类今天选，我们今天台湾的选举不也是这样讲的吗？在寻找一种公平正义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公平正义，并且跳开自己的立场来思考别人，我想不一定需要讲到说是佛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道教、回教，多少已经有这样的意涵。因为生而为人，如果我们都毫无能力，而且完全不需要为周边的存在去思考，只是一味的只是思考自己，我想这不叫做万物之灵，它也不是知识放在你身上的目的。我觉得有一个那个这个人，我知道他是吴念真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他是台北那个矿区的小孩长大的，然后他也直接看到整个社会上的一个不太平衡的食物链关系，然后他就讲过一句话，他说知识是拿来服务这个世界的，不是拿来让你学会或运用更高的手段来压榨别人。诸位，这只有人类才懂得讲这种话，我是指在地球上面来讲，大概只有这种动物，这个人类，他拥有了知识，能够传递经验，然后他也拥有很多的什么，拥有很多的自我的力量，能够凝结，能够超越其他动物，他在能力上面比人类还强，可是人类却能够驾驭它。这样子，你拥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，你还不愿意为别人着想。我想
诸位可以想一下，这就是所谓心经的根本意涵。心经一开始说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他就在什么叫五蕴？我想老师可能讲过了，五蕴就是你成为一个人的自我感的所依的内在五蕴。